喂，中远，怎么了？我现在在工作，不方便接视频。没什么，想你了。之下我想看看你。中远，我现在真的有点不方便，你先好好上班。我如果收工早的话，就去接你下班，然后我们一会儿去妈妈那儿，好吗？好。你乖乖的。拜拜。你就是想看看你的。之夏，就是想看看你。之夏，我就是想看看你。